方伟豪还在？方伟豪，不行，我得回去救他。哎呀，丽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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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丽
还有一个，你打他。好。今天到这儿，休息吧。谢谢教授。沈建山。老熟人见面不打招呼吗？我们俩很熟吗？哎，你还弹琴吗？你大老远跑到这来就是关心我还弹不弹琴啊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不关心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哦，对了，之前弃赛没有来的林雨安，他还弹琴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王老师带我们来参加比赛，老师安排我们在你们学校练习。今年你们也参加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比一场啊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人身攻击了？可以啊。来。林雨安。
你好。喂，三年前你没有来，那场比赛我胜之不武，人家都叫我高校第一钢琴手，我们没有比过。我知道方远航不如你，但我们来比一场，我只想和你比一场。喂，没揍他？我真要揍呢。怕了？周末，琴房。喂，你叫我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注意点，别打脸。你太坏了！打脸，快点打脸！弟弟，下次见。不用谢。啊，哎，你是上次挨打的那个人？那天晚上我还开车送你去音乐会，你不会也忘记了吧？好像是就这么回事啊。我的老师带我们借用你们学校的教室做比赛前的训练，我对这里也不熟悉，好像也只认识你一个人，好歹算有缘分吧。能不能拜托你尽一下地主之谊？好吧，哎，我记得你是英大的陈爽。对对对，陈爽，走吧。方远航呢？他还没回信息。咱们已经两年没有参加校际赛，我就不说你们什么了。沈老师平时对你们还不错吧？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参加校际比赛吗？这就对了，不怪老师平时心疼你们。可是您之前不是不在意这场比赛吗？我是不在，但是这次比赛你们必须参加。就在这周，我们要选出两个人跟英大的两个学生内部比赛一下。内部比赛？哎呀，你们这些孩子怎么问题这么多呀？老师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不就得了吗？林源，上次比赛你就逃了，这次比赛你可不能再。林雨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那玩手机啊？徐然怎么会和陈爽在一起喝咖啡？跟你说啊，就是这家店，烤肉最好吃。装修这么有风格。嗯。要一份这个，然后这个。好。嗯，这个来一份吧。还有汤。好嘞，一会儿我为您上菜。谢谢啊。这是什么水啊？千斤冻菊，你 OK 吗？只是不喝可乐而已。减肥啊？不是，哎，不重要。说一说王老师跟李曼老师的事儿吧。啊，他们呀，大概他们事儿……哦，对了，刚才你同学给你送的画稿，是你自己画的吗？啊，你要看吗？嗯。真好看，你就别违心的夸我了。我老实说，我在画画上面一点天赋都没有。这林源怎么还不来？沉住气，沉住气。算了，豁出去了。可以，都选择一下看看。哎，范远航，好巧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陈爽。那么巧啊，方远航。没想到你们也认识。你们中间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有啊。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陈爽，请你离徐然远点。你是他的谁？
我是她男朋友。看不出来啊，对吧，雪儿？把手给我放开！把手给我放开！你没看到有外人在吗？现在应该一致对外。我管他什么人在，你拉着徐冉的手就是不行。林源，我们又再次见面了。我再跟你说一句，把手给我放开！林源，你脑子坏掉了？这下有好戏看。徐冉，回去，回去。哎，你们干嘛啊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，随便，我走了。去。哎哎，雪，雪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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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雪然，哎，我清醒。你刚才吃什么了？我没看到他吃什么呀。他还没吃东西呢。哦，对了，他就喝了饮料。什么饮料？青柠冻菊茶。别和我旺仔升到第一位，你就是别和我旺仔。哎，陆少宇，你什么时候被刷下去了？这个第一现在怎么变成别和我旺仔了？谁啊？你怎么又被刷下去了？又是他，是别和我旺仔啊？对，就是我。我是宇宙第一帅。你是宇宙第一帅？正是本帅，宇宙第一。你输了。我没有。你输了。我没有。你输了。我没有。你要干嘛？老板，上酒。你说了，你不行。我的世界里没有不行。所以，徐远是咖啡因过敏，难怪他一直不喝可乐，也不喝咖啡。三年前那场比赛，我没有去。我记得你当时说，要输也只能输在我手上。对。其实三年前，徐远他。难道当时也是？圆，阿姨给你备了咖啡，一会儿路上喝了精神点。今天比赛啊，要发挥好。妈妈上班去了啊。嗯。咖啡。你这又怎么了？我又过敏了。好难受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不起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对不起，是我害你输了比赛，所以我要谢谢你告诉我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欠了我。
那徐冉？徐冉不让。徐冉我不会让。外公呢？哎，干嘛？比赛别输。林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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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喊什么？给，谢谢你啊，专门送我的。抓紧练，校级音乐会，我只想输给你一个人。谁跟你说我要去参加运动会的？什么？你不去啊？怎么，你就那么想输给我啊？我这是给你一次赢我的机会。哦，哎，要是我说我对赢你没什么兴趣怎么办？那我弹琴还有什么意义啊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那就是去喽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不能反悔啊。一定要去啊！哎，知道了，烦死了，快回去。没想到他真的到这个地步了。师哥，你们这谈的我也看不明白，这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呀？我输了。又输了？咱们现在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能有什么关系啊？可是我们已经什么？就当无事发生。无事发生？看日出，美，美。那你到底愿不愿意当我女朋友？反正亲也亲，睡也睡了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没有胡说，你到底愿不愿意？行吧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就勉为其难凑合一下吧。哎，什么叫勉为其难凑合呀？
我这是在哪儿？不知道徐远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你醒了，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我怎么在医院？因为你喝了青柠冻菊。青柠冻菊有茶吗？有。嗯。爸妈是不是知道了？你说呢？他们有没有说我什么？担心你还来不及，还能说你什么？说我事儿多呗。你既然自己知道了，那要叔叔阿姨说什么？你一整晚都在这儿吗？嗯。我又过敏了，好难受。哎呀。嗯。三年前那场校庆音乐会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？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，我依旧会这么做。别让我，许愿，我想给你的更多，不只是做你的哥哥。陈娜，李果的包其实是你摔坏的，不是徐冉，对吗？你凭什么说是我弄坏的？我亲耳听见你说的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李果做朋友，我不反对，但我希望你是真心的。你说你现在身上穿的、用的，哪个不是李果给你的？你说你这么做合适吗？来了。你的焦糖拿铁，谢谢。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。你最近怎么老有事情找我？说啊。你还记得包的事儿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其实那包不是徐然弄坏的，是陈娜。亏我还把她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没想到。你这么给我说，难不成你把我当朋友了？那包的事你告诉徐然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，而且我跟林雨安，我很难说出口啊。没朋友的人真可怜。先给我点时间缓和一下情绪。哎呀，昨晚累死我了，熬了个通宵，终于把画稿赶完了。你画完了吗？别说了，这几天快忙死了，哎，一直没时间画，不过只剩一点了。那就行。发现。我画不见了，那你是不是没画呀？我画了。刚才你同学给你送的画稿是你自己画的？啊，你要看吗？
那个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我前两天在这儿吃饭，把画稿忘在这儿了，不知道你没有看到。画稿没有哎，大概这么大小的画稿。这个我还真没印象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范航，那天在烤肉店，你有看我的画稿吗？画稿？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帮你找。请问一下，哎，你好，你们这边的监控会存几天？这边的监控一般都是严格按照24小时，一共保存7天的标准。那可以给我看一下前两天的监控吗？不好意思，先生啊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我们的监控是不可以随便给外人看。我手机丢了。这个。没见过别人有两个手机吗？你，这。我在你们饭店里消费，现在东西丢了，我要看看怎么丢的，这没毛病吧？没毛病是没毛病，可是难道是你们店里的人拿了，所以才不管我看监控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之后上岗的，是绝对不可能拿客人任何东西的。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跟我来监控室。你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走吧。还真有人拿了。林远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我状态不太好。哦，没关系。不过我一定会尽快调整好状态的。沈教授好像很在意这场比赛。人都有情绪，别太在意了。谢谢你的理解，我一定会多加练习，赶紧调整好状态的。大骗子！陈娜，方远航，怎么啦？许远的话，是你拿走的吧？陈娜，陈娜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许远的画是你拿走的吗？又是许然，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？需要我带你去看监控吗？如果你不想被学校开除的话，就把画完好无损的交给我。否则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今天来，我是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嗯，我啊，之前包的事儿是我误会你了。什么？误会？嗯，后来我去查清楚了，那包确实不是你弄坏的，是我冤枉了你。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我岂不是不用还你包的钱了？当然了，你本来就不欠我什么。那我是不是就没有负债了？嗯，谢谢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个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我刚刚去找徐冉了，他画摊那边还挺热闹的。哎，你千万别紧张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去跟他道了个歉。道歉？嗯，那个包的事儿我查明白了，确实是我误会了他，不是他弄坏的。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讲清楚就好。
谢谢你，小姐。我弟弟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。啊，没什么，李准我挺喜欢他的，也把李准当自己弟弟看。那徐冉呢？你也把他当妹妹看吗？徐冉不一样。哪不一样啊？是因为你喜欢他，对吧？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把你当哥哥看的。这不重要。那有什么重要？我还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？我羡慕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啊。你也可以啊。那好，林雨安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并且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李果，你听我说完。林雨安，我喜欢你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会喜欢你的，因为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儿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只有徐然。这都不重要。发信息呢？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李渊，混蛋，不是喜欢我吗？人呢？不是不要当我哥哥吗？天跟别人靠那么近，哈、哦，靠啊你，靠啊，挨着呀。什么人呢你？再不理你，哼！新京东怎么了嘛？丑死了！丑死了！进来，李老师。方宇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到了徐冉的作业，所以带过来给你。你找到的？哦，那天徐冉过敏送医院的时候，我也在。其实，那天我带徐冉去看画展，我可以看出来他对绘画的热爱。看来是我错怪他了。看不出啊，你对徐冉挺关心的。咖啡，热的。哎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不看。那我们去逛街吧。这么早逛什么街呀？那我们去吃饭。
我们才吃完晚饭。那你要干嘛呀？陆少宇，我们是在谈恋爱吗？是啊。那这种问题需要我想吗？不是，我一钢铁直男为什么要想这些问题啊？那我想。我想。同志们，这都几点了？怎么就我一个人来了？糟了，徐安怎么一个人在那儿啊？我可以和林源单独聊几句吗？谢谢。明天你就要去比赛了。啊？陈爽他比三年前更厉害了，所以我希望这次比赛你要全力以赴，一定要赢。我说过，我只能输给你。我一定会赢。不代表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你还想怎样？你还欠我场比赛呢。等你回来，我们比一次。好。必须赢。让你给我时间思考，你还真给啊！家也不回，初雪也不在，连天台都不来知道你在这儿，里面太热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晚上风大，小心着凉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去那边。去那边啊！哦，这样行的吗？哦。那个，我明天要代表咱们系去参加表演，你想来吗？你一个人吗？两个，我和李果儿。不去。喂，田总。哎，是啊，我跟你确认一下啊，你确定明天下午过来是吧？我明天要代表咱们系去参加表演。你想来吗？那个，明天能不能稍微早一点啊？这恐怕不行，我们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会准时到的。行，其他没什么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明天我会早点回来。晚安。
哼。丽媛，我胃痛。丽媛，我胃好痛啊。叫你不吃早饭，这下好了吧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不吃早饭？不敢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嗯。再喝点。那边联系到画家帮我办画展了，我去看看就不过来了。田总，常来画摊的那个客人吗？就是他。一定要今天吗？能不能改天啊？我陪你一起去。都把我当小孩，我就不信了。田总，我这里有一些画，您先挑挑看。好的，小冉，我对你的绘画功底是有信心的，不用看，没问题。谢谢田总。剩下的呢，就把这个押金给交了。押金？啊，小冉，你看是这样啊，我是非常信任你的，但是这个办画展前期要有大量的财力的精力的投入，那我这些前期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突然你说不开了，田总。我不会不开的，因为办画展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你看，还是年轻，冲动。你想想啊，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，没作品没人脉，我这边要给你开画展，我也是顶着公司很大的压力的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这边能给我一个保证，我这样也比较，对吧？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小冉。这样吧，你有多少钱，你就交多少钱，剩下的田总帮你垫上。不会是遇上骗子了吧？徐冉还没来。要不然我先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看年轻吧，坐下坐下。你这样，喝口水，给你点时间，你考虑一下啊！我还打个电话。喂，哎，王馆长，那小姑娘正好在我这儿呢，啊，那要不您过来，你们俩当面聊一聊。马上到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啊。你说你啊，你没事吧你？我没事。
别动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把手是坏的，没锁，你撞开你走手。呀，我，亚龙，跟你说，你今天跑不。哎，小雅，我是田总啊，咱中间有误会，你现在把门打开啊，咱把话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报警了。你这是。小雅，你看你手机都落在外边了，田总拿在手里呢。你现在出来，我把手机给你，咱们把话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我让他们都走了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我不出去，你个大骗子！哎呀，开门！骗子！你，哎，这坐下，快坐下！我还弄不过你一点，他一个女生在里边，你们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！医生，护士，哎，护士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他腿被车撞了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叫医生来。谢谢啊。我接电话。你腿怎么了？应该是扭伤了吧。我现在马上帮你挂个急诊。好，谢谢。方友好，想干什么？徐然有危险，我们得快去救他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咱们先上去，确认徐远的安全。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3、2、1。要不然把门撞开。哎，谁把灯关了？把灯开开。不行，我得回去救他。丽阳，丽阳，丽阳，
没拉拉，没事吧？你没拉拉，痛不痛啊？没拉拉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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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了？没拉，没拉，没拉。他怎么了？他被打了。跟我们死了打！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就交给我。啊，还有一个，打他！好。叫雨安来吃饭了，来了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这丫头大清早的疯跑什么呀？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？早午饭。哎，阿姨，叔叔呢？叔叔上班去了。哦。
阿姨给你们盛汤去。哎，好的。哎，谢谢阿姨。等你呢，吃，赶紧吃饭。哦，没想到丽媛以前挺帅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是的吗？睡着了。可是我睡不着。属羊吧，哦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，七只羊。